共看这一题，他说在这个正六边形 ABCDEF 是化简这个，那我们看到 AB 加 BC 就等于这个，啊再加 CD 就 AD， 再加 DE 就是 AE， 再加这个呢 EF 就是 AF， 再加呢 FA 就等于0了，所以就等于0了，所以答案是0，这算是一个向量，加个向量的符号。